嗨，大家好，我是21666816的主播苏苏，一首《狂拽炫酷屌炸天》送给你们。上身穿着皮大衣，下面超短裙，要了风度没温度，这样行不行？每天香水喷半斤，让人有点晕。浓妆艳抹，花枝招展，呛死了一群。有假你保不住酒。喜欢的宝宝，记得双击转发评论哦。